要不我先晾你吧，晾一晾。哎，滚开，臭姑娘！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耽误我时间，听到没有？我不是叫你等一下吗？哎哎，你还说？哎呀！滚开！我不管。不管吗？不管。耍无赖是不是？把东西捡起来。我为什么要帮你捡？不捡，那你就别过。这个路是你家的吗？不是我家了，我也没说是我家，反正也不是你家的。你耳朵聋了是不是？是大家的。啊？你耳朵才聋？当然了，那么大声，你没听到吗？我都说叫你等一下了，你没听到吗？哎，呦，还追我？滚！哎呦，别把我的车碰坏了啊！你赔得起吗？把东西捡起来。我这块是从哪来的？捡不捡？不捡又怎么样？捡不捡？从来没帮人家捡过东西。我给你三秒钟时间，捡不捡？三秒钟，三分钟都可以，别说三秒钟。不捡是吗？不捡又怎么样？道歉。哎呦，我跟你道歉，开什么玩笑？我这辈子从来没跟别人道过歉的。那是你错在先。我错吗？就耽误你几秒钟，就叫你等几秒钟时间，我把车拉走就可以了。哎呦！哎呀，你还动手了是吗？啊！哎呦！哎呀！哎呀，还动手了是吗？还动手了是吗？姑娘，怎么还动手了是吗？还跑，还跑！哎呦，不要打我啊你啊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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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怎么干？你怎么打我？哎呦！见不见？见不见？见不见？能不能学个武功？见不见？啊！见不见？哎呦！见不见？见不见？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呦！哎！还玩什么？我打死你！要不呢？怎么那么牛啊你啊？来人来！怎么办？不捡！哎呀！怎么样？不捡！哎！不捡！哈！你看看，你跟我打吗？太早了！太早了！嗯？太早了！那么蛮横无理啊你啊！哎呀，捡起来！不捡！不捡是吧？啊，不捡是吧？刚才想让你两分。怎么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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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呦！怎么捡？哎呦，美女！怎么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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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！不捡！还不捡？哎呦，哎呦，捡不捡？捡不捡？捡不捡？哎呀，叫你不要惹我，我跟你说。哎呀，捡不捡？不捡，不捡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错了没有？你给我等着钱，我叫村长出来。我叫谁来都没有用，跟你说。你叫婆娘。骂谁呢？哈！喂，村长，我来到你们村口这里呀、啊，遇到一个婆娘啊，把我打了。还说、嗯，快点出来帮我处理一下啊！你等着瞧，我跟你说。那么嚣张，哪个屌毛来我们村干嘛呀？关你什么事？哎呀！不告诉你。还凶是吗？上来，上不上？我为什么会上来？嘿，我上都不上。我打不过你，我跑不行吗？哎呀，我看谁砸两号的时间长，还叫村长，叫天王老师来都没有用，跟你说。给我等着，马上来了。就在这里等着，怎么的？别把我车刮坏了。刚不是很嚣张吗？从我身上碾过去啊！来啊！哎呀！不要碰坏我的车。我还踢呢，你还踢呀、啊？哎呀，还动手是吗？啊，还跑啊？哎，还跑啊？哎，哎呦，哎，哎呀，住手啊！干什么、啊？哎呀，天哥，你出来了，及时。哎，你看我被他打了，你看看衣服全部都沾满了，及时就也有。有。刘总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三妹，还恶人先告状了你啊？啊，这个臭婆娘。你骂谁臭婆娘、啊？哎，行了，到底怎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我告诉你，我拉那个不是，不要听他说，是这个臭婆娘欺负我。
刘总，你先不要生气，到底什么情况？我先打听好再说，好吧？就是他欺负我。说吧，三妹，说吧，到底挡路？行了，你不要住口！哎，闭嘴！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拉那个烂胶啊，拉去卖了。我链子车链子坏了，我就在这里耽误他几秒钟。他一来，滴滴滴滴滴，响个不停，一下子就把我的车停上去了。你自己看。不要听他的胡说。刘总啊，哎呀，想不到你的人品为人这么差。哎、老是说那种，那有什么用？来来。你不要搞这种小动作，我作为这条村的村长，一向都是公平公正的，你知道吗？说这个三妹呀、啊、从小没有父母，她去武当山学过十年功夫了，你跟她斗啊？难怪打死你啊，到时候难怪打到我腰也痛屁股也痛。哎呦，我说你打你进医院都可以，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做人呢、啊、把人家的车扔下去，明知道人家拉这个东西也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无父无母，而且从小就上了那个峨眉山，还是武当山啊？什么山来的？武当山。对呀、啊，人家学过十年功夫的，你到我们村还敢欺负人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半村人都是武术出身的，来我们村嚣张啊！我哪里知道？再说了，最主要都是你，总是打电话催我，说的。急着签那个合同，我跟你说，以你这个人品素质的话，我们村的那个合同啊，不想跟你签了，先把东西弄起来再说。喂喂喂，村长，不能不签的不？村长，你还跟帮我们做生意啊？如果不签的话，你们村损失很大的不？我跟你说，像是你这种大老板啊，我见多了。我又不是单单只是你这种老板来收，我们村很多人排队等着收呢。你不捡起来的话，我叫一村人出来，等一下打扁你在这里。接，赶紧！挨打！认真点！可以了。可以了吧？大黑，美女，对不起。哎呀，刚刚不是很嚣张吗？啊！想不到你是有武功的。我怕了，怕了，怕了，怕了。不想挨打，从哪里来，滚回哪里去。我告诉你，去到哪里不要那么嚣张，不要仗着自己有点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走了。哎呦，饶我了吧！行了，三妹，不要打。是。村长，你怎么还跟这种人合作啊？赶紧取消掉！我也不知道他的人品是这样子啊。今天呐、啊，发生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我总算看清他的人品了。以后他那个合同啊，我都不跟他签了。是。行吧，我把你拉回去吧。来。